子夜，就到我怀里好好的睡一回，别走太远，爱是会被距离拉断的线。我多想上事情砸碎那些被撕裂的过去，和你紧紧地抱在一起，不想再去哪里。我真的可以剪了发，变了样，忘了他。爱总是叫人迷惑到底，也叫人彻底的醒来。我真的可以戒了烟，断了酒，忘了他。我的心都在，只要你别离开。心碎让你我无处而躲逃的演员，爱的黑街凭什么让人找不到诺言，不忍让你看我哭，所以用手抹上你的泪眼。我确定你会相信我的，才会这样的等。我真的可以戒了发，变了样，忘了他。爱总是叫人迷惑到底，也叫人彻底的醒来。我真的可以戒了烟，断了酒，忘了他。我的心都在，只要你别离开。星慧是个私心很重、占有欲很强的女人，她眼见昔日恋人竟与好友金枝结成连理，心态至为不平衡。与游湖谈判中愤而摇动船只，将金枝摔落水中，并见死不救，眼睁睁看着金枝没顶。金枝的尸体始终无法寻获，招魂之道姑母女却发现金枝的魅影到处飘荡。为肚内之胎儿求救，道姑母女发恻隐之心，欲替金枝寻找托付鬼婴的对象。此举引来星慧之紧张，拜托不孝师父下符咒对抗。小珍首先被恶鬼附了身。奇怪，怎么我这钥匙打不开啊？你既然在家，怎么按了半天门铃也不来开门呢？我把锁换掉了。啊？我不喜欢现在这种情况。你要金枝的钥匙，说来就来。我只是想过来看看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啊，帮你洗洗衣服，烧烧饭。我都会很开心。你开心我不开心，你看我现在是什么关系？金枝是在湖里面，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，连尸体都还没有找到，你叫我拿什么心情跟你单独相处？可是在金枝之前，我们还不是常常单独腻在一块儿啊？那是以前，过去。你明明知道我忘不了以前，现在金枝走了，至少你也让我有个机会可以疼你、照顾你。
我已经这么委屈主动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排斥我？不要碰我。这几天我一直做同样的一个梦，梦到金枝来向我哭诉，他说是你害他落水，又见死不救。我是被心蕊推下水的，他好狠，对我见死不救。人家说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你怎么可以去相信一个梦而不相信我呢？我不会害静之的，我现在凶手吗？我相信静之，我相信静之就算死了也不会骗我。正经，你不用再说了，你走吧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这查某心肝哪遐尔凶？你哪安尼恶质啊？啊！你把阮查某囝放虎啊？你还阁有天良啊无？你唔惊雷公甲你控哦？能让我们进去吗？还是那句话，有人报案，公事公办。这位郑月花女士指控你闯入她家，也类似下符的邪术害人。下符？我连怎么下符都不知道，你要不要说说看家里面有没有什么符纸啊？你后边一定要搁有什么人啦，叫伊出来啊！有在点就对我。铁头警官，唔通去有骗伊，伊是天使的脸孔哦，魔鬼的心呐、啊！你一定要逼伊讲出哦，后边那个钟嘉玲到底伫咧倒位？许清慧，我越看你越奇怪。普通的女孩子所想的所做的都是很正常的事情，而你呢，不是牵扯到谋杀朋友，就是下符在小孩子身上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想到的又是什么？警官，听你的语气，你已经定我罪了，事情的真相都还没有查清楚，你就这么先入为主啊？你们该走了。我叫你出去！哎，哎，喂，你干什么啊？我想要创啥就创啥，爱你管啦！未歹，一个房间有死人，我靠！你是住伫遮对无？真好。你马上就要来跟我做伴了。你原来会惊吼？我一个好好查某囡仔，让你变到安尼啦！唔免紧张，是妈妈啦，莫紧张啦吼。天公，观世音菩萨正大神，信女叫做詹月花。我的翁婿早就死啊，我干那生一个查某囝叫阿珍。虽然讲我做道姑，我的道行无深，也毋过我有一颗助人的心。应该讲起来，我嘛是善良，有这个资格祈求恁甲我斗三工，让我有这个力量紧救我的查某囝。
诚心祈求，请你给我倒帮忙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你的查某囝小珍啊！你是鬼啦！你搁敢骗我？你比在阮查某囝巴肚内面啦！妈，我真正是小珍啦！你那安尼把我放了啦？我后盖唔敢搁看我阿祖啊！你去把我放开好不好？你免甲我骗啦！你一个恶鬼啊！你搁假讲话，我用六根号甲你拍住！你一个恶鬼啊！你搁假讲话，我用六根号给你拍出来！大真的是有啊无啦？啊，你拍鬼啊鬼，你笑？哎，像猫的呢。啊！我就看到阮查某囝的面哦，我都拍袂落手哩。啊，好我啦，我这外人来拍吼，我拍会落手啦。好意思，你这恶鬼，你这恶鬼，你这恶鬼，你还讲？你作怪！哎呦，你哪有还来拍阮查某囝啦？你心肝哪会这么凶啦？我唔是你拍恁查某囝，你拍鬼啦！啊，那无安尼，你桌仔顶唔是有一支桃木剑？我听讲迄桃木剑足厉害，我举迄剑出力为恁查某囝不多，甲堵落，无定鬼也互我堵出来。来，啊！准备要给我找件拖鞋哟，打人你唔睇，你要替我找件。哎呦！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。铁路警官啊，啊，今麦什么时阵啊？你还够有心情好啉秘鲁啊？这不是酒，唔是酒，啊，这布泡更唔是酒。哦，我等你水的，我啉两。这不能喝、啊。铁先生，这是我的尿。啊，你尿？我以前有过经验，用童子尿。救过被下蛊的人了、啊，不知道对附身有没有用，试试看嘛。童子尿我是知啦，啊是讲，你真是要多摕这童子尿，你倒位摕呀？这，我放的啦，很新鲜哦。你的意思是讲你要个童子鸡，还袂破功，那不可能的代志嘛，啊不要紧啦，你也袂用过吼，我袂跟你笑啦。真的。至少让我尽点心力，为你们做点贡献嘛。嗯。阿妈，救命啊！啊！阮查某囝吼，无遐尼啊衰啦，去予鬼附身，啊人用剑吼要甲剁，啊刷落去的身体嘛用尿要甲伊破，什么的尿疗法，免啦，多谢恁的好意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哎呦喂啊！吼，哎，铁头警官啊，你是牛哟，啊一步了那这大步啊！师傅辛苦了，你要去？来，为什么不先打电话？要不然我就不出去了。到里面坐吧，我先洗个手。师傅，我知道你喜欢吃甜食，所以特别买了八宝饭给你当宵夜吃。真好，真贴心呢、啊。师傅会喜欢你不是没道理的。谢谢师父。对啊，那个带女鬼去烧你的道姑啊，被师父这么一做法，好长一段时间够他忙的，他不会有心情去管你闲事了。师父，你给我的符好像很厉害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附在上面啊？那当然，要不然我平常养他们干嘛？就是要出去办事情的。可是我不知道，随便把符往他们家一放，他女儿就被鬼附身了。有什么差别吗？附女儿、附妈妈，效果是一样的。可是我不想再害人了。
我已经做了让自己觉得后悔、晚上睡不着觉的事情了。我不想再添加罪孽了。你要搞清楚，我是在帮你，怎么叫做害人呢？要是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不在乎的人，我才懒得管他死活的。不要想那么多了，一块吃一点吧。师父，我知道你疼我，维护我不受那女鬼的骚扰，可是有没有比较缓和的方式可以让我免去烦恼，而且不会毁了那个小女孩啊？你心软了，同情她。可是对方要找你算账，那个女鬼不甘心被你害死，要追你命夺你魂，你该怎么办呢？不要以为你骗得了别人就骗得了我。淹死的女鬼是很凶的，你不怕吗？怎么样，你现在是要求我帮忙还是求我不要帮忙啊？不要怕啊，阿妹啦，我就是没尿尿的。啊，这久啊，啊，你的声搁甲阮查某囝阿弟那拢同款同款。嗯，啊，敢毋是遐个鬼拢去用菩萨拢关了了啊？哈，妈，我真正拢唔知你咧讲啥呢？就算讲我考袂着大学，你妈妈安尼甲我处罚啦。考袂着大学？你也知影你考无着大学哦？啊，正讲的啦。这个我早起无用票啦，你来摕头前款啦，手搞几个套起来，起来。阿弟啊，来，妈妈唔甘呢，妈妈看一个，会听无哈？李立冠，就算听是，嘛是应该。阿弟，你同学，不可以这个样子。在家啦！啊，这摆真正好哩哩啊啦！吴所长啊，好哩哩有够赞，有够啦！我问你哦，你妈妈上喜欢的查甫明星是什么人啊？日本是志村，香港是曾志伟，台湾是彭恰恰。答对了啦！哎呦，阿弟啊，你拢好啊啦，无代志啊啦！多谢菩萨保庇哦，感谢地母真管啊！妈，我拄则是跋在水底哦，啊无，那会，啊那会这款味哈？咸咸咸咸啊！啊是小王白骨在甲我破啦！我就知道我肉吃太多了。怎么了？要走不走？发什么呆啊？我告诉你，人生是有命，
那个叫金枝的，他的命注定要死在你手上。不是命，是我的心，他死在我的一念之间。我的贪和我的恨害死了他，就像那警察说的，我这女人怎么变这样子，路越走越斜，越走越回不了头。咔响，你不错嘛，谁挡什么就淋什么。我下那道符给破解了，那个女孩也没事了。真的？哼，她没事，我有事。你这样子耍我，背叛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对你已经没有耐性，你想怎么样？你说一句。我没有，我最尊敬师父了，师父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。哼，那当然是一劳永逸，把那个女鬼给除掉了。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做的，你预备怎么样谢我啊？我这样问太俗气了，反正我知道，我跟你迟早会结欢喜缘的。你跟我就像泥跟水一样，只要和在一起就分不开了，对不对啊？你哑巴？我问你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样才乖嘛。来人！那个故事书跟跳舞的那啦，啊，你是唐阿郎啦？啊？你在讲啥？我听无呢。我今麦在练英文绘画。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什么戏啊？我看吼，还是紧给你过去找看影啦。人客在哪啊？我拄则就看到一个大把肚的查某走入来啊！啊，你是看唔到啊，无啦？妈，敢咪是迄个查某鬼啊？哎呦，你妈咧乌白讲好不好？准做是迄个查某鬼，啊，伊才死一个月，哪够有可能我把肚就碰起來，都把你脚踏车灌风过。妈，我无看唔到啦，伊真正走入去啊！你唔相信，家己去看。婷姐啊，是你呀、啊？
娘喂，啊，迄巴肚搁敢那灌风诶！哎呦，天气啊，啊，你巴肚内面是地风啊，是地音啊哈？哎，敢会是迄个阴间哦？甲咱这阳世间的时间算法无同。啊，阮过一工，啊，恁过十工了，啊，无你巴肚遐尼紧就较大诶。金鸡啊，我甲你看起来，你敢那差不多要生啊哦？啊，你是咧惊啥？是咧变啥啦？金鸡啦，救人哦，紧的啦，阿爸。是，倒位啦。哎呦，你妈妈遐尼啊紧张，唔是伫倒啦，伫咧家啦。什么代志啦？啊，即马金鸡啊吼，巴肚遐尼啊大个，得要生啊咧！啊，有人要甲堆塞，要爱伊个性命了。啊，鬼啊，着鬼啊，还佫有甚物性命？甚物咧？鬼着鬼，迄鬼着会生阴子啊！我听讲，迄鬼术的时阵哦，有法度好掠鬼，佫有法度好夹鬼。啊，即马金鸡啊吼，巴肚遐尼啊大个，哪会堪你互因夹一个啦？哎呦，要安怎？是要安怎？你是大内高手啦，恁着无法咧！啊，叫我去甲鬼啊相跑。啊，我也发动。哎、欸，你甲我动咧，这吼是随时会出现的，好心好用的，你嘛想一下办法。我哪有什么办法啦？啊，你是咧看唔捌的哟啦，哈！你哦考大学，敢有遐尼啊认真哟？啊，到即马即科无才，就要想办法，无你嘛想一下办法。办法我早都想到啊啦，只不过也无人甲我问啊。想到办法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这绝对是不用出差错的，这若出差错吼，是会一死两命呢。跟您讲啦，我有一个办法叫做海陆空联合防御。啊？这哪么听？阿阿祖学来啦。即马吼，就加啊钓鱼，互金鱼仔顺这个鱼钩啊，藏伫个水底，安尼就当看伊的味啦。无钓到吼，别个鬼都找袂到伊啊。哦，我俩主讲是甚物了不起的办法？你爱知呢？迄金鱼啊是去水淹死，啊看到水就我要惊死啊。那安尼，有甚物物件是爱当安尼红甲白白，过当浮在水面的哈？啊，即卖什么时阵啊？啊，你还搁有咧心情，伫摆咧啉烧酒，倒想一下办法啦。啊，钓鱼免啉酒哦。哎，等咧，等咧。是我上信任的，你应该知影要哪做才对。来孙哦，不来来，金姐，快点，快收收，快点，快。阿丁呐，啊，他今晚是要做啦，不要紧啦，麦丁丁啦，下一招。我知。金鱼姐，你快出来哦！金鱼，快出来！
林姐啊，你赶快爬到外面的竹竿，躲进电网里面去，快啦！哎，紧点，紧闭眼。啊，那外孙讲哦，我甲你浸伫酒桶内面啦，你会醉啊未？紧出来看卖。安尼敢无妥当啊？啊，万一迄鬼来了八德哥，啊，佫走入去迄个灯笼内面，啊，看要安怎就好啦。我哪会知啦？啊，我厝内底也无写。小珍。找我来做什么、啊？妈，你就是我讲的地面防御。哎，我就坐在这里就可以保护金枝啊！我难得晚上没有勤务哎，再见。哎，等下铁头警官呐、啊，你嘛较有爱心嘞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加坐啦。啊，我借问一下吼，你以前啊，捌打过歹人？有，坏人开枪打我，我还击啊。哦，安尼赞，在识人嘞。过迄之前捌打过歹人哦，这这尔有正气，迄什么恶鬼哦，看到伊嘛爱闪啊！我即马才知影讲哦，金鸡是安怎指点你这个铁头警官哦，爱保护伊。铁头大哥，保护女鬼母子全靠你了。早餐了，早餐喝可乐，没办法啊，我妈她正在跟那个古某老大吵架，他们在吵这个女鬼生下小孩之后应该给谁抚养，可是他们没有在说话啊，吵了一个晚上了，现在可是休息时间。一个查甫人，日时提船，暗时啊开迄个乌心的杂货店，人肉无卖尔，你什么钱都赚，啊赚遐尔啊侪钱，啊摕一寡来救济这可怜的囡仔，啊说是有够多啦，啊无你是要等死的时吼，啊规个拢吼早入去棺材底了。迄有诶名安尼讲啊，我赚来的钱是要娶某用的，啊人生若无目标，活哪有啥意义？像你这个黑心肝的人哦，娶无某啦。迄话是你讲的啦，我是还袂去撞到有缘的人。迄有缘的人哦，是迄个鬼囡仔啦。我是一个查甫的呢，我哪会晓娶囡仔？我教你啊。你教我，你顺续叫我较贵去。免笑羞啦，我教你，我嘛是在等迄个有缘的人出现啦。啊，不过吼，绝对唔是你啦。唉，讲来讲去一句话啦，我无适合啦，我嘛无钱啦，无我的份对无？啊，无你到底是欠偌济钱啊啦？啊，你家看，9800块，啊无你是暗干偌济西客吼，藏伫个眠床卡？还是藏在水底啊！不要看我，我也在存传播的基金呢、啊，每天都在等待有缘人。我的存款只比他多一点而已。哪里吼？我相信啦，你有人才，无钱财啦。啊，
烦死啦！即马唔那是讲哦，要替这囡仔哦，找一个可靠安尼会当收容伊的爸母啦。是讲哦，这个鬼囡仔若生出来的时阵哦，嘛是问题呢。哎，你捌看到迄鬼的生囝无哈？啊是要安怎甲伊斗三工，才有法度吼，让咱的母仔囝呢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安尼生出来？哦，这是来真头疼，想无办法啦，真正。师父，谁人不要去办呢？我约了一家公司要去面试，师父你那么急着找我，有什么事？我看你没那个命去找头路啊，马上就有两个鬼要黏着你，你逃得过吗？我亲眼看到那个女鬼肚子大了，你谁鬼要见啊？这样子呢？他人都已经淹死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因的代志本来就是无道理的。哦，我不归案了，我够忝的。过来帮我抓一抓。要是没有我的帮忙。到时候大鬼小鬼一起来找你，你自己说说看，你该怎么办？老套了。先是用神鬼恐吓对方，让对方六神无主，接下来呢就诈财骗色，为所欲为。张发财，你的伎俩该换换了。等一下，我长官有话要说。在张大师面前谁敢说话，谁又说得过他？徐兴慧，我只敢念本账给你听。这位仁兄有过六次诈欺前科，没有报案的还不知道有多少，光是三年前他就引诱一个有夫之妇，害得人家老公到现在还躺在病床上。尚警官，等你哪一天不小心生病的时候，吴昌鬼来勾你的魂，账也算我头上吗？少威胁我，信不信我有本领再抓你十次，你找多少鬼来帮忙都没有用。徐新慧，我知道其实你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你要送死我根本不想挡你，但我还是摸着良心告诉你一句话，你正在和比鬼还可怕的人打交道，被他粘上你绝对是生不如死。今天来是告诉你，我尚警官又叮嘱你，你给我安分一点，有良心一点。铁头哟，给师父看个相。作恶多端，印堂发黑，报应将至。我铁头下人无数，没见过这么歹命的。要改运，过来请教我们。还不走，在等什么啊？
尸体被发现了，是自己浮上来的。我已经上过香了，你也给金枝拜一下吧。怎么了？他不是你最要好的朋友吗？你是心虚还是愧疚？爸呀，很奇怪吧，金枝的尸体在水里泡了一个月竟然没有腐坏，是不是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？还是真的有什么冤情我们还没有替他解决？是不是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？还是真的有什么冤情我们还没有替他解决？我不忍心看，我不舒服。办完金枝的后事，我就会出国。或许十年二十年，我才有办法将这个事情忘记。但是你呢？你忘得掉吗？冲着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我不会再追究你所做的一切。我只劝你停止一切仇恶的行为跟想法，要不然你的下场会很惨。那师傅送你一程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以你现在心情，最需要师傅陪你，对不对啊？师父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们迟早要结个欢喜缘的，现在时候到了。你应该明白师父对你的一片心意，所以乖乖听师父的话，进房去。
是要吃一冷锅，甲菜头是要创啥啦？重的呢？还是偌济偌重啊？那好，你去古册店哦，做迄个故事书，做一大堆，你会嫌重哦，嫌济无？当然嘛，袂啊。吃的吼，就是要帮助迄个鬼囡仔会当安尼顺顺利利出世，所需要的物件啦，卡啉奶的啦。啊，起码少年人哦，拢足付出的啦，拢袂堪你吃苦啦。查某啊，安怎出来游街啊？你俩主公，你的法术高强，车弄你袂死。啊，你这口查某吼，人毒心毒哦，规身躯拢毒啦哈，害死金鸡啊，佮害阮查某囝，连你都袂出世的囡仔，你也要害。以前老是说我，老是在想，想这个，想那个，抓这个，抓那个，最后一切都成空。到现在，我才知道你是对的。而我错得离谱，错得不可救药。我今天来是想要告诉你，我好后悔，我真的好后悔。我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才可以弥补你。如果有灵的话，你告诉我好吗？哪里想安怎了？凭我们现在的关系，你看到我应该很高兴、很兴奋才对啊！你怎么进来的？我的神通你会不知道吗？一道铁门难得倒我吗？我不想见到你，你出去。当初有求于我的时候，师父常师父英明的，现在又这个样子，女人真善变啊！你这人太邪门了，我不适合你，而且你已经……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搞清楚一件事：你是我的女人，你不属于任何人，你只属于我。懂吗？乖乖老实跟着我，千万不要有恶心，要不然我要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你不相信呢？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不能那么对我。这一切都是你主动的，当初是你来找我的，你没有资格后悔。放开我！
是。真正要把我变鬼变怪哈？竟然敢破坏我的好事，真正要跟我作对，来人！请你出来替我讨一个公道，出来，弄他出来！是恁这久，叫恁出来办这代志，搞公公秘密，出来，出来，弄他出来！这个苹果吼做头，这意思是讲吼平平安安啦。啊，那用这菜头做身躯吼，讨一个好吉利哦，好彩头啦。啊，这手甲脚吼，用这个竹啊节来去做，结果这竹抱平安啦。啊，用这三项物件吼，甲刻一个人形，谈好来接这个吼要出世的这个龟仔囝。你饭是要哪吃？哪里吼？拢唔捌咧用脑筋啦，啊，迄几囡仔吼，本来就是魂出世，啊，无形无体啊，啊，当然是爱用些物件互伊寄托啊。嘿，安尼嘛袂用个啊，啊，这苹果甲这个菜头，迄两三工就烂，啊，到时迄魂要走倒未？啊，你拄仔甲阮查某囝同款，拢唔捌咧用脑筋啦。啊，咱袂晓等这菜头捧过的时阵哦，若要乱的进前，咱赶紧的煮这个龟囡仔的魂哦，甲引来这个洋娃娃内面，安尼乱无？话拢是你讲的，啊，你较巧，阮两个拢饭桶，安尼无好。哎，哪会地动？就不安怎啊？哎，哪会变安尼？拄才到就青啊！我规下拢烂去呀！哎呀，这惨嘛，死啊啦！来真侪人客哦，人伫咧讲哦，来者不善。哎呀，金鸡的母仔哦，有危险啊啦！啊，今麦是要安怎啊？紧的，紧去敲电话，和上至警官改个铁头。人咧讲哦，输鬼唔输阵啦，输人就歹看面，干拼啦！妈，人警察唔是咱开钱请的，叫人来就来哦。你脑筋是咧创啥的哈？啊，叫未来煞无遐用骗的哟！你莫叫迄个顺吉的表情我看哦，莫甲我来这套，我看真济啊，我予你骗几落摆啊，吉吉。
歹徒在哪里啊？什么歹徒啊？小镇不是报案说有好几个拿枪的歹徒在这附近出现？可能是恁听唔到去啦，唔是真侪歹徒，是真侪汉族，要请恁来吃汉族啦。他既然来啊吼，这就是有缘呐、啊。阴暗吼，阮家有喜事的，来泡茶，吃一粒茶，来来来。阿姨，刘少定。副局长，阿姨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都代志现在安尼阴暗吼，啊，都四季迄个金鸡要生囝，啊，附近哦，搁出现足济迄个歹查某派来恶鬼，啊，为着要保护因母仔囝安全，啊，嘛才拜托吼，副所长、副局长，恁两个亲身出马啦，歹势啦，放这个，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很邪门。你也知道那个张发财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他们又是一群热心的好人，我们既然来了，就给他们一点鼓励吧。好，我也想看看女鬼到底怎么生孩子，开开眼界，沾沾喜气。啊，安尼上好啦，来，伊也传传来，遐坐。好，来。你秀莲坐左边，啊，你秀好。坐正边，安尼就形成吼左青龙，右白虎，连虎骨镇守在左右边，这是吉祥。内面金鸡哦，安呐、啊欸！你连我的生肖都知道？嗯，啊，到我早就叫朋友吼，为恁的兴事着吼，我甲你探听好势啊，我嘛甲你算过，嘛甲你好过啊，甲阮查某囝挂下嘞哦。啊，歹势啦。你先坐一下吼，啊，我入来去一下。嘿，你坐一下吼，坐一下。哦，不用解释，我知道你妈妈在忙，用可乐当宵夜。嗯。金鸡啊，啊，你讲的时间哦到啊，啊，你巴肚是不是有在疼？你徛遐创啥啦？人这查某人要生囝哦，你过来帮查甫人拢入来出门啦。你两个明星在里啊，因大家拢唔敢我来了哦。啊，你再，是啊啦！是啊啦！哇，一片老虎哎，真不是盖的耶！三警官，我你破解。哎，怎么好像听到有小孩子哭声？哈哈。啊，乖乖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抱你就不要哭啊！人生在世，偶尔有点想象力也不错吧。乖，来些辛苦些捧捧哈。乖，啊，洗蓬蓬哈，洗好啊哈，来，囡仔来，乖，可怜的囡仔，一个出世吼，多贵啊！我靠，小吼，你放心啦，家吼真侪人会好好照顾你吼。
困啊困，红影一暝大一寸，摇啊摇，笑啊笑，红影一暝大一笑，我一个心肝仔。妈妈在你身边，免惊。你来问，你着乖乖哦困。初步检验的结果，你应该是怀孕的。哎，阿姨大，哎，阿你妈嘞？去文珠公拜拜啊！哦，无得上好，你也看，我差一点迄个麻油鸡。哦，要来学金鸡啊，真棒，足香的。贵买咱食饱，是欲哪只？我客早间老母金鸡啊，啊你安尼拄来生产吼，身体较虚啦，所以吼我来挑工吼，煮一点麻油鸡，要来甲你补，好好补者，啊但是紧食吼，安身体才会用。哎，啊我迄客早间，迄几个囡仔无形无体，我也知伊伫倒位，我今仔日我放伊内底。哦，啊去甲抱出来，去甲抱出来，我来通啊甲饲牛了。哈？几个囡仔嘛爱饲牛奶哦。嗯。哦，好好好，我知我知。银纸是袂掉，这牛奶嘛你袂掉。靠靠，夹到遐。安尼就算咧饲奶哦，爱敢食会掉？嗯，无变哪饲，你讲。你无甲抱咧饲，你至少嘛爱甲这牛奶倒咧嘴里啊，安尼有叫死啊！哎，唔免遐尼费气啦。哎，对啦，这红仔煮真好看哦。啊，这看到第四本了，啊，你第五本以后敢有照？有啊。啊，照啊看，真好看咧。嗯，我真不爱咧，我家己都还袂看完。唔系啊咧啦，这样照样看，你会减一块肉是哦。啊，今日摕来，来啦，来啦，我当只看啦，阿妹摕转去啦，好不？好啦。先来摔在涂跤啦，这椅仔吼元气还袂少，摔在涂跤唔着拗住伊啊！金鸡啊，啊你即摆分别到底是伫咧倒位啦？你是毋是会用甲我讲，椅仔有出代志啊无？啊若无，关椅仔若无代志，是毋是用叫伊哭两声我听一下？
嗯，咱也无动静啊，啊，敢会真正失死呀？知不知道我刚刚收了什么东西啊？金枝的小鬼被我收过来了。恭喜啊！你这个人那么恶毒，老天爷一定会罚你生不出小孩的。不要诅咒我，我只是想让你了解，谁跟我作对谁就倒霉，不管他是人还是鬼。我怀疑了，怎么样？要不要见个面，商量一下怎么处理你的骨肉？商量一下怎么处理你的骨肉？别说跟他作对了啦，来到这我就要昏迷了。我这样感觉怪怪，你们没去拼到那个人很多这样的死人的味道，这个很危险的，我把我们整个来报警。报你一口头啦，报警。你如果跟警察说我们一个几个孩子，那几个孩子还没去，他绝对把你当作你小心跟你的丧小便宜啦。说起来你两个实在有够不在调，只有够乖的儿子，一个几个孩子就够不好势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我来边上想一下，我就知道要怎么做。你给我动呢？你落跑啊？我哪会落跑啦？你袂落跑，啊，行，做大先，行。选查甫的时候，目睭就要闭较紧哩。上重要的吼，迄查甫人有钱无钱，因头少年另外一回事，就是爱有爱心，啊，有责任感啦，对不？对。啊，你是感冒哟？啊，无奈受伤。我有爱心。出来。拍摄照过一下哈。这个卢小小的戆鬼啊，紧念经，我该超多钱啦！好念经哦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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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萨，南无观世。走啊，恁爹妈。查甫一个吼，歹查某，啊两个夹做伙吼，唔知你设计吼什么失德的代志啊？我感觉怪怪呢，唔知要发生什么代志哦。阿婷啊，紧去打电话叫铁头警官来。OK。你在看什么？看自己的女人，看她肚子里怀了自己的孩子，这是很过瘾的一件事啊！找我出来划船游湖，又威胁我要去掉我自己的孩子，你想干嘛？跳湖一死了之，还是要找我殉情呢？先不要问我想做什么。我想问问孩子的父亲，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女人？傻。以后教你怎么样看男人、看人心，免得你傻乎乎两下就被人家骗了。你错了，我是贪，因为一时的贪念，贪求不属于自己的情感，贪求不属于自己的男人。所以一错再错，沦落到有了你这种人的孩子。你倒形容一下，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套句白冰冰说过的，你不是好人，不是坏人，你不是人。我是神喽，没错，我能做很多你们人做不到的事。你的心里只有你自己，你可以用任何手段达成你要的目的。你这种人在这世界上不知道害死多少人。哼，这样形容你自己孩子的爸爸是不是太恶毒啊？你认命吧，我就是我，你改变不了我的。我可以。金枝是我害死的，我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我不怕死，也不想活。你已经奈何不了我了。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哇！这是你的！啊！我不是那个吗？谁？夭寿哦，
啊，两个过船仔出去，啊，一个倒转啊。我要向你们投案。刚刚我杀了一个神棍，他叫张发财。另外，我还杀了林金枝，金枝是我害死的。哦，真正金枝是伊害死的啦。你就放心去投胎转世，我想你的囝伊的福气绝对比你搁较好，唔免外久，伊绝对会去投胎到迄个好野人的厝内面。这段期间，我会甲铁头警官，还佮迄个黑心的阿吉阿老大，好好啊照顾你的囝仔，所以你放心，做你去吼。放好，我就做你走了。哎，咱拢讲好势啊呢，你要做几斤啊客白啊？啊，这责任当然嘛是要交予你啊，你要共照顾啊。哦，我这阵啊吼，哎，有够忝的，爱来三温暖一下。不啦，三温暖吼，加起嘛三点钟尔。你用等啊，等下教我安怎摇囡仔，安怎骗囡仔，安怎把这个鬼仔囝换流珠啊？对啊，谁会有那种想象力，想个办法去养一个鬼小孩嘛？好啊，免甲我抱吼。我逐天安尼无用气场吼，都爱无用迄落牵红衣、扮书工、阴魂咯哈。啊，我若安尼伊二时说无代志做，安尼行来行去，是啥物人要趁钱饲我？你我呐讲安尼唔对啊？好，我有一个好主意啊。反正曾玉花女士没有先生，阿义老大至今未娶，你们为什么不趁着这个可以共同照顾鬼小孩的缘分？干脆结婚住在一起嘛！啊，这个样子你们就不用两个家跑来跑去，阿义老大就负责赚钱养家，曾玉花女士就在家享福照顾小孩，这应该说是鬼赐良缘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建议很怪，可是很好啊。他们这样子看着对方不说话，是好还是不好？同意不同意啊？他们现在是在想象，如果跟对方结婚啊，会是什么样子？我这目睭慢慢看到迄查甫人遐尼啊古毛，啊，佫会晓约西徛字，啊，这阿伯是要安怎管得掉？我慢慢看讲，一个查某人遐尼啰嗦，佫是爱尼爱控制别人。以后若甲伊过日子吼，根本就无自由，毋是人过生活嘛。粗心大意，翻来覆去从不肯休息，终归一句一为想你。失恋容易陷入孤寂，快乐变得软弱无力，走着走着就走进往昔。出自心所折扣